我的名字是 Jessica Martinoff. Sarah Hetchko 正在 Paisha. So, let's go see what Grandma's doing! Here you go, kids, look back. 你好,外婆。你好。今天的晚饭是什么?今天晚上我们要吃鱼。你怎么一比鱼? 我怎么一比一啊？我给你看啊！谢谢你。我给一点black pepper 胡椒。 辣椒有，啊，给它放了一点几个钟头，所以今天晚上呢，我们吃的时候呢，好吃一点，非常好看，非常好看，我希望你好吃，Yeah，今天晚上我们差不多3-4点钟的时候呢。 你在做什么？我现在开始烧这个鱼啊，记得吗？我们早上鱼，我们放了这个 salsa 啊，现在可以放到这个，我喜欢salsa，现在放可以放到oven 里面了，and then 你开了，你很小心的，很热，开着这个放在里面，因为我呀小心一点那个。 有热哈，哎，我盖起来 for 20分钟的，等一下，等我拿这个给它这个 uncover，OK，你放在下面这个，大概20分钟，放在里面进去一点，OK， 好了，20分钟以后呢？ 我们再拿上面都不要盖起来，好不好？好，我20分钟我要教你来，好不好？好，懂吗？你现在会吗？会。你现在会烧吗？哦，会啊，会啊，会啊。好，谢谢。好，可以。OK，再拿出来吗？这个鱼熟了没有？熟了没有？大概熟了。然后我们再看，可以看到很漂亮吧？ 漂亮吗？非常漂亮，非常漂亮。你都已经饿了吗？嗯，都已经饿了吗？韩国？Yeah，韩国。我非常饿。OK，我们开始可以吃饭了，好不好？好。好。OK。OK。嗯，很好吃。